看着小孩，他自然而然他的那种母爱的精神他就会出来。所以我就说我们大家一起拼好不好？他说好，我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我听了就很高兴啊。他没有跟他们讲，他没有跟两个小孩讲什么话，只是小孩过去叫他，一直摸他。他最严重的是两个肺那个 X 光拍起来，两个几乎都是白色的，等于都已经感染了吧。现在是用全氧在呼吸，你知道，他辛苦了哈。他情况其实没有改善。那今天我第一天去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叫我放弃他，不要急救。但是我今天我有跟他讲，我说爸绝对不会放弃你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救你。我说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好不好？他说好，我不会。他跟我讲，因为我带小孩子让他看，他就说我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他跟我讲这一句话，我就很感动。她老公很奇怪，他不喜欢叫小孩来。我说不行啊，已经到这个情况了，小孩再不让他看是怎样子。我就硬把他带过来看，他看着小孩，他自然而然他的那种母爱的精神他就会出来。所以我就说我们大家一起拼好不好？他说好，我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我听了就很高兴啊。他没有跟他们讲，他没有跟两个小孩讲什么话，只是小孩过去叫他，一直摸他。不行，那个吃东西哈，他因为他最严重的是两个肺那个 X 光拍起来，两个几乎都是白色的，等于都已经感染了嘛。他现在是用全氧在呼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医生我也有碰到主任，那个主治大夫，他也是跟我讲说，我们就让他不要受痛苦就好了。我听了当然很难过。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想到那些人。我跟你讲，他打了多久的这个吗啡止痛剂，他人就慢慢一直有点意识已经不太清楚了，他不可能去想到这些的。所以只有由我们大人来处理。我当然一定会帮忙的。哎呀，他如果真的走了，所以孙子当然一定要帮忙的啊。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通知我来的时候，可能又是之前，因为不晓得她老公跟我讲了，跟着跟我讲的。我说什么时候怎么可以签这个东西？再怎么样也是，可是签都已经签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如果主治医师啊，还有这个陈院长都跟我这样讲的话，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在。我已经请求他们说，能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救回来？他说，他们两个都摇头。我说，那你目前没有用什么药去治疗吗？他说，没有其他的药能吃了，只能就是打吗啡，然后提升他的，他打那个提升他的这个血压，不要降下来，就是。意思就是在拖就对了。对，我们大人怎么可能会放弃嘛，对不对？
有两个小孩这么小，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放弃。如果有其他药，要多贵都没有关系，我们借钱来也要把它治好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放弃他嘛？自己的小孩怎么不可能放弃嘛？你知道吗？好，大家帮他集气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